当中可以监控到每一间教室冷气的使用情况。系统安装在总务处内，接收每个教室侦测器传来的数据资料。政府推动班班有冷气政策，台电协助学校导入校园空调自动蓄量反应，可以去控管每个区域，依照不同的情境设计不同的这个使用温度，包括如果说在电力吃紧的时候，也可以调整成局部送风，透过不同的温度来监控不同的教室情境，所以其实并没有所谓限电的情况。提供的一个电费节省的一个优惠扣减方案给学校来做选择了。如果说遇到像学校它有大型的活动，它也可以选择第二天它就排除不参加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在全球广泛使用，许多公司大卖场也积极建置，迎接夏天高温到来，校园做好准备。台电包括帮我们做这个外线的工程，还有契约容量调整，外线的这个进线设计，然后都有一次性的免费措施。班班有冷气，但每间学校地理位置、使用状况不尽相同，智能管理帮忙学习环境更舒适，同时兼顾节能，让用电更有效率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